Hello， 小红书宝宝们，又到了深夜放毒的时候。今天跟你们分享一款我也是在刷小红书的时候种草的一款，叫做马克定时，很火哎。我不知道你们最近知不知道，因为我总是有一个习惯，就是睡前刷各种吃的吃的吃的，然后我就给我馋到了。我今天就买了这些食材，然后分享给你们。首先需要的是一份火鸡面，什么品牌的都可以，一个饭团、蟹肉棒、辣炒年糕、甜辣炒年糕，还有一个灵魂马苏里拉奶酪碎，哇，就是你知道会拉丝的那个奶酪碎。好，然后我来给你们分享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做的。首先我们先把那个火鸡面，就是像煮泡面一样给它给泡熟，把面条先泡着。看一下这个甜辣炒年糕，这个我其实一直在吃，好好吃哦，它有好多味道。还有就是芝士炒年糕，因为我今天自己备的料里面已经放了芝士了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甜辣的。它里面是海苔，然后年糕酱，还有年糕，按这个年糕叮一下哦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面煮完了之后，要把这个饭团放进去。饭团你可以买很多很多口味的，然后我今天就买到了这个奥尔良鸡排，然后把米饭放进去。因为这个料很多，所以我会把这个鸡排单拿出来，就不拌进去，因为我又还有蟹肉棒。好，然后给它拌匀。一共有两个酱，一个是火鸡面的酱，还有一个甜辣年糕酱，就看你们能不能吃辣了。如果不太能吃辣的宝宝，可以放半包火鸡面的这个辣酱，然后把这个倒进去就可以了。如果能吃的话，你们随意。然后我们就是要加上年糕，还有蟹肉棒，还有奶酪。接下来就是灵魂，就是我太喜欢这个马苏里拉干奶酪了，就看你们喜欢多少加多少，它微波炉里一叮之后就变成辣丝，这我就可以加那么多。如果你们觉得还不够的话，还有一片奶酪片，然后这样我觉得它和辣然后中和在一起，就不会觉得火鸡面会太腻，口感还不错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放在微波炉里面叮一下。加上我的灵魂海苔碎。好啦好啦，这就是我的夜宵啦。你们看看这个辣丝，有没有看到那个辣丝感？这绝对是深夜。哇，这绝对是深夜最好的夜宵了，就是。减肥的朋友们，你们慎重啊！但是，人嘛，至少快乐。你要多吃一点，很好吃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我要去独享美食了，拜拜。小红书。